茶渣也能变成茶香猫砂。南投茶叶女王陈宇炫研发出循环茶叶猫砂，靠借贷的10万元开创自己的茶叶王国。为了帮李爱父亲调养身体，林明玄提炼出清香无腥味的姜黄滴基金，营收突破3亿。台北市推动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推动计划，让244处公私立场所获得认证，守护市民的呼吸健康。请锁定本周日的《台湾真善美》。